叔伯、師兄弟姐妹、小弟江志強，晚上好。已經如果啊，三年的疫症又完畢，啊，大家又在呢次咁高興的場面又見面啦，啊，今次咧好特別，我亦都好開心，今日唔使戴住口罩同大家講嘢啊。我而家喺台上邊望著下邊好多嘅好朋友啊，仍然係神采飛揚啊，風采依然啊，俾兄弟嘅上證俾自己身體健康。本會好高興大家光臨出席我哋2023年大聖劈掛門春茗聯歡晚會。本人僅代表我哋國術總會同仁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雖然新嘅一年咧嘅過年咧已經過咗一段時間，但係我哋亦都係要依翻我哋嘅今晚嘅主題，因為係春茗聯歡晚會。各位嘉賓，有請大聖劈掛門五字風聖詩團進場為我哋春茗晚會嘅醒獅表演，鼓聲一響，風調雨順，狀態平安，聖聖會安定，世界和平。有請大聖劈掛門五字風聖詩隊進場。西師傅，我啟發你姐，阿 Sam 哥，羅建雄師傅出嚟為我哋醒獅參加掛紅。醒獅三花有掛紅，醒一獅，係啦係啦，警長，醒獅三花有掛紅，紅一柱黃一柱，祝我哋大聖劈掛門代代出英雄。現在有請兩位主要人物，萬聯街師伯同埋冼能旭師傅為醒獅點睛加持啊！嚇，俾掌聲！OK 啊，咁多位頂到啊，係咪啊？好，跟住我哋做點睛咯。好，眼睛嗰度開始。等下，我嚟係嘛 ？OK 咯，咁就冇問題啦。好，醒獅點睛，富貴繁榮，左點天地動，右點日月明啊，上點橫梁角，中間一點鬼神經。好，跟住我哋將支筆放喺只角上面，一筆過點到尾巴嚇。醒獅點配天福壽嚇，由頭好到尾，大吉大利，發財到尾。起。
好，我们发现对方，我们是一方，好。